哦，无闲几工啊，即阵会使小可休困一下。伫遮有精彩暗时新闻，主题分享，予你上轻松的暗头啊时间，请收听每天下晡六点半到七点的暗时报报。Everybody, everyone，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每天暗时六点半进行到七点的暗时报报，我是主持人阿秋，今天是九月四号，礼拜九啊嘞。好，今晚先为大家报道今天的重点新闻，报报重点新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燃料价格飙涨，推升欧洲通膨。欧元区八月通膨和去年同月相比，从七月的增幅 8.9% 攀升到 9.1%， 创下1997年以来最高纪录。欧洲长期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如今因为战争与制裁，能源供给吃紧。八月三十一号就在欧洲即将进入能源需求高峰的入冬时刻，俄罗斯再祭出停止供气行动。俄国天然气工业公司以进行维护作业为由，暂停由主要的北溪一号管线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局长穆勒表示，俄方说要维护是个在技术上难以理解的决定，可能只是莫斯科当局在利用能源供应作为威胁。劳动部一号召开基本工资的审议委员会，会后拍板，明年的一月一号开始，每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对新台币25,250元调高到新台币26,400元，调幅大约4.56%。时薪部分比照月薪调幅，每小时基本工资对168元调高到176元，这是总统蔡英文对2016年开始执政以来第七年的调整。劳动部预估，社会劳工大约23,267万人，劳资方和政府分别会增加约14亿、254亿以及15亿的劳工保险等成本。劳动部长许铭春允诺劳雇双方，政府将会比照去年做法，对疫情受创严重的产业提供配套措施。中共近期频以民用无人机近距离侵扰金马等防区。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表示，9月1号中午12点3分发现一架不明民用空拍机进入施予禁限制水域上空，驻军依程序示警驱离无效后进行防卫射击，将无人机击落。这是八月初以来首次有疑似来自中国的无人机遭国军击落。金门县政府与立委陈玉珍都反制无人机的作为，中国官方发言人则声称台湾当局渲染紧张，企图炒作升高两岸对立。行政院陆委会表示，中共解放军无人机应非单纯民用航空器用途，对于中共以无人机侵扰作为，国防部会适时采取必要且强力反制的作为。
来听一首歌曲。哎，这个是垃圾车，不是少女的祈祷哦，是垃圾车啊，这条歌叫做垃圾车，不是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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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这条歌是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大家来听看看吧。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老婆你看我肚量这么大，是不是很贵气啊？你呀、作息不正常，高血压又尾鱼肚，什么贵气？搞不好是代谢症候群啊。
腰围、血压、血糖超标就是代谢症候群了，尤其是男性腰围在90公分以上，女性80公分以上就要多注意了。可是我早就超过90公分了耶。胖子回头金不换，从现在起就要吃得少盐少油，还有要运动。是老婆大人。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这城市温暖又热情，透早起床快乐来无影。阮唱有歌，你点点听，予阮永远的掌声。咱的友情若伫此，暂时不捌停。天空中偶然的相会，日日夜夜藏思念。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毕业广播电台 AM738。 这个城市温暖又热情，透早起床快乐来无影。阮唱有歌，你点点听，予阮永远的掌声。咱的友情那天气像是不捌停。天空中偶然的相会，日日夜夜常思念。海风中海水的香味，阵阵飘送未改变。一转眼冬去春又回，相恋，我们的心紧紧相依偎。一转眼冬去春又回，天天真心相对。绿叶广播电台 AM738。绿叶广播电台 AM738。趣味单元，Well， 欢迎回来暗时报报这个节目，我是朱麒麟阿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企业广播电台 AM738-1143 依然1593千赫。今天是快乐星期天礼拜。咱今天咱这礼拜的主题行脚台湾就无来教英语啊。今天暂停一次哈，因为今天阿秋就被邀请到台语动画设计师。他设计的作品叫什么呢？呆呆伙伴。哇，我们的动画设计师王少宇来到节目现场了，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是怎么诞生的。而且呢，这部作品啊是用台语来配音发声的哦。是不是很好奇他们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好了，那么阿秋就废话不多说了，我们马上来欢迎动画设计师王少宇。大家好，我是呆呆 friends 呆呆伙伴的设计师小吴王少宇。嗨，少宇，我是有请问哦，就是讲呆呆伙伴的创作灵感是如何啊？是安怎想要用台语来配音呢？其实我这个呆呆 friends 的品牌上开始是做一个学生来学英文，就是背英文单字的一个 app。
系啊，就是希望讲会当透过这个古锥的动物来陪伴这个学生囡仔，用快乐的方式来学习，就是敢那咧耍游戏的感觉。嘿，啊是到差不多2018年的时阵，啊，迄当阵因为阮同事就是有家己的囡仔，就是做阿爸，然后因就感觉讲想要为着家己的囡仔来做较有意义的代志，我就开始写故事做这个童书的 app。就是有啥册有声书安尼，啊，过来就是因为阮是台南的团队，所以阮就想讲，进一步会当用阮的母语，就是台语来做一些创作的内容，嘿，啊，所以就，我迄当阵就是有邀请诶台语老师来做阮的顾问，啊，就开始做阮的一个童书啊，搁有动画甲囡仔歌仔作品。哦，所以一开始是英文转华语安尼哦，到台语。不，对，我一开始就是英文、华语这两个，就是中英文这样子。啊，到尾啊，就是我嘛是有家己写故事是，嘛是先用中文去写。啊，到尾啊，就是感觉讲，我其实会当用台语来试看嘛，因为迄当阵市面上其实完全无这种台语的 app， 所以我迄当阵就是感觉会当试看嘛。啊，所以就不过这个台语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就请老师来做我的，帮我把这个华语的版本换作是台语安尼。哇，所以够请老师，够厉害诶！对啊，就是一个实验性质的物件呢。啊，呆呆伙伴，你讲伊是一个品牌嘛吼？啊，这个网咖的名称是合作什么吗？阮主要的主打的这个作品是叫做台湾的料理救援队，就是料理救援队，就是这个动物的部分。因为阮其实是想讲，既然阮有这个角色出来啊，啊，那是个变作是一个动画。一个放假的方式来表现，对，当让囡仔用更加轻松的方式来学物件，不管是讲伊要学台语，也是讲生活当中的知识，也是讲阮故事内底有介绍到一挂台湾的文化，也是讲好食物，就是台湾美食安尼，这类当用一种哪胜哪恶的方式，就是一边学一边玩，寓教于乐的感觉。啊，搁有就是因为，譬如讲阮这辈的人，应该细汉拢有看这个，不管是日本啊，也是美国的这个、卡通安尼大汉的嘛。所以我就想讲，既然我有这个资源会当来做，啊，我做一个，主要讲会当做一个是台湾最大的漫画，所以当是讲全台语的一个作品安尼。不简单嘞，因为我知影咱台湾上出名的动画应该就是《魔法阿嬷》吧？嘿，对，就是咱的大神拜。嘿啊，啊，虽然伊是台湾制作，啊，不过伊嘛不是用全台语落去配音的嘞。伊是当时穿插几句台语安尼，啊嘛是以华语为主。对，因为阮其实嘛是因为老师的鼓励啦，所以阮去当中有去申请一个文化部有一个本土语言发展的一个补助案，所以伊就是尽量是鼓励大家用家己的母语啊，是本土语言来创作。所以阮就是除了讲配音完全是台语的配音，啊，搁阮搁有用台语的文去写迄个字幕，对，会当互大家。导导啊，去慢慢的去熟悉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这样哇，所以连台文那个标示出来的地方够厉害。啊，咱看着呆呆伙伴内底有这侪古锥的人物嘞嘛，啊，当初是安怎个设计出来的？哦，其实就是大先生是想讲用无同款的动物，啊，用拟人化的方式去甲创作出来，所以因拢是敢那是像囡仔安尼，就是像人安尼当用两只脚安尼行路嘛，啊，重点就是。形容是较古锥，较去讲伊个头拢都大粒，目睭都大粒，安尼，就是伊个表情会当较有丰富的变化。啊，你都只讲着呆呆伙伴会甲台湾的美食去做连结嘛吼？啊，伊敢会甲台湾的传统文化，还是讲台湾的时事去做发挥呢？有啊，因为这个料理救援队来台湾是每一集中至少有小概着一种的好食物，啊，譬如讲是有瓦粿啊，是讲卤肉饭，嘿啊。因为我目前已经有出两季的动画，就是两季，哎，全部差不多有18集啦，啊，所以每一集都有讲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像是譬如讲，我有讲到过年的时阵的文化，还有中秋节、五月节就是端午节，在台湾的这里啊，嘿，啊，还有第二季，还有讲到是板道的文化，啊，甚至是这个原住民因为这个竹竿啊饭、竹筒饭的这个。美食，嘿，啊，够，那我讲到一挂客家料理，嘿，就是可能用腌制的方式去处理食物，从台湾过出来再当看点。那是讲到这个关于时事的部分，因为阮做动画是较开时间嘛，所以无法度去对就新的代志，
所以我平常也是会在，比如说 Facebook 或是 IG 上面，就是分享一些用台语来创作的图文，就是图文创作这种。啊，譬如说最近是中秋节要到了嘛，所以我就会准备一些贺图，或是说一些多色化的，让孩子用得来自己去插手这样。哦，嘿啦，欸，动画就是开时间呢。对，是可能都是嘿半啊档啊，是一档的些时间啊，所以我都就及时去对着就新的话题安尼。所以有当时啊，用一个小漫画的方式，伫粉丝团分享就对啊。嘿，对对对。啊，带带伙伴跟我想讲，要教大家台湾演义啊，还是讲会伫对播出安尼嘛？哦，其实我每一集的这个料理剧团队的动画的后边，拢有一个单元是叫做台语教学。哦，啊，我就是请到我的国文老师、欧巴老师，伊做主持哩。啊，伊就会甲我们够做一身做大身的迄个狗仔阿公的，我来主角，迄个阿妈的衫，迄个就是一只做大的狗仔阿公。好可爱哦！嘿，甲老师做会来。因就是介绍讲故事内底有讲到的一寡代数啊，是甲旧情有关的物件。譬如讲，阮直接来讲，譬如肉丸好啊，阮就是伫迄、那个真正去买肉丸来翕，就翕上好，囡仔看讲，肉丸有写在啥物款的呢？对，啊，搁有譬如讲，阮内底有一段就是一个口号，因为每一集拢会讲到的，就是有一句口号叫做“生意食最精”，啊，这个就是一个代志的俗语嘛。啊，伊个意思就是讲，你若是有用心、有心意，啊，你若是干那是请人啉一杯简单的白滚水，伊嘛感觉迄做顶就好啉安尼，嘿，就是有讲到一挂，平常时可能较少咧听到的一挂俗语，不过阮也是甲南里去阮的故事的台词内底来当给大家记掉这在，较传统的一挂言语安尼。嗯。这样好啦，因为这多台语演义都没听过啊，久久没说就给放不下去啊。对啊对啊，主要说这家之前说到我们就是狗嘴的角色嘛，因为就是譬如说狗啊鸟啊这种比较狗嘴的小动物，他们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反派角色是一只鸟兔啊，就是鸟吃头鸡啊，所以因为他就是小刚来破坏在吃米嘛，所以就是破坏这些美食，所以料理剧团队就来加以拯救啊。哦，所以我内底就是各有雕工，用一挂俗语，就是跟鸟鼠啊有关系。譬如讲，伊在抱鸟时啊玩，还有啥物大树拍死鸟鼠，就是跟二十四节气有关系一挂，还有跟鸟鼠有关系俗语，用伫内底补充着。哦，一粒老鼠屎，还有一锅粥啦，拍啦。对对对对。嗯，啊，大家伙伴拢会伫底咧播出啦。哦，我其实拄只讲着，我已经有两季诶，两季的动画。啊，搁有这个台语教学影片，拢会当伫阮的呆呆 friends、呆呆伙伴的 YouTube 频道、YouTube 频道上面收看。嘿，啊，阮除了讲有这个料理个人队的这个网站，啊，搁有做一挂囡仔歌，就是有唱歌跳舞迄种，啊搁有用迄个请专业的舞蹈老师来编舞，会当让囡仔对阮的原创的歌曲、原创歌曲来唱歌跳舞安尼。哦，是用迄只大玩偶去带动跳吗？对对对，啊，我阁有请一个姐姐，就是甲阿根社会跳舞，给囡仔看安尼。哦，就像悠悠台哥哥姐姐这样子。嘿，对对对，好可爱哦。哎呀，恁呆呆伙伴是不是会去参加什么比较大型的活动安尼啊？我有看到恁顶摆伫文博会嘛有参展嘛吼。哦，对对，这是嘛是阮头一摆参加这个上大的这个文创的这个活动，因为阮做过去拢是主要是做数位的嘛，譬如讲动画是讲主要讲的 app， 都是数位内容。啊，未来就是除了讲会介绍一挂新的作品的创作，啊，阮阁有计划要出实体绘本，就是会当让囡仔摕咧手里来在看，啊，嘛会当让老师当作是教材，就是伫学校来先让囡仔看安尼。啊，若是讲到实体活动，我是可能伫九月底时阵会参加即个公司台举办主办一个活动，伊叫做“熊熊出声”。啊，伊其实是一个音乐会，就是有演唱会的活动，吼，啊，就是伫高雄来举办呢。啊，我们会，我带带伙伴会加一挂台语文的团体做伙去摆搭，吼，所以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就会当去 Google 一下，就是“熊熊出声”这個、音乐会。哦，熊熊出声。啊，是办在高雄的多位啊？在高雄，伊有两个礼拜的拜六，譬如讲九月二十四号是伫这个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哦，红山啊，十月七日，十月一号是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在内底就是拢是下晡的时间，四点以后的，所以会较凉。哦，会使哦，找恁去哦。伊是伫户外的啦，不过就是大家当听音乐，爱去坐一个迄、那个那边有一些市集安尼，就是真心喜欢的。做者无同款咧推广这台语文的团体做回来参加安尼。哇，这会使哦！哦，对台语啊，还是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吼、哦，爱记得去参加哦。台台伙伴是不是之前有参加一个什么台语线上会议哦？我看到过来电台冇参加的咧。我之前就是有参加一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一个邀请，就是固定伫这个线顶办一个用台语来交流的活动。好、哦、啊，因迄当中我嘛是去分享着阮做这个。要你去玩，对个有台语漫改一挂心得分享安尼啊，因为因嘛是做配音相关的工作嘛，所以就是有伫线顶交流安尼，所以拢是用做同款的这专业，为着这台语的发展来拍拼的团体，对吧？哇，太感动啊啦！就感谢你的真正，感谢感谢，希望大家让多多支持。哇，真是太棒了啦，很不简单嘞吼。好啊，时间的关系，差不多来到尾声。少宇，你敢有搁有要做补充的吗？好啊，大家，我除了做这个料理个人的网咖，搁有做闽南歌，啊，其中有一条是我家己写词加写曲的，就叫做《台湾好料理》。啊，伊内底就是有讲到，譬如讲你早顿要食啥物啊，中昼顿要食啥物，会当用一种较对话的方式来。家囡仔要安怎讲才会好食你的东物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挂对话。对，看大家当收听者。哇，欸，你嘛收过厉害吧？会用做动画，还佫用写歌哦啊！我迄是嘛是爱有专业的这音乐的制作人来帮忙编曲安尼啦。嘛是足厉害啊！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咧，咱暗时抱抱就到这要过一段落啊！谢谢少宇来上咱的节目，真的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您。感谢阿秋的邀请，大家再会。感谢各位的收听。好，安尼咧，最后咱就来播上迄少宇家己写的歌曲吼，呆呆伙伴的《台湾好料理》，来，咱这回来欣赏哈，哇，多才多艺的少宇写的歌。最会来唱歌，耶！我想要吃咸糜。